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三香，欢迎来到秀我中国。今天我来到婺源，欢迎你来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辣椒？江西的辣椒有多辣？还没去过，尝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知道欢迎的最有名的是什么吗？摔球。接下来我给你们认识一下摔球的大妈新花姐，过来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黄岭，来到我们赛秋这里，谢谢，要体验我们赛秋是吧？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。那你首先必须带上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头巾。可以。我太高了，个子太高了。哇，戴起来好漂亮哟、哦，很像，很像了。赛秋，赛秋，帅哥。赛秋，你称为那个赛秋的帅哥，来吧，来。哇，你的刀工很好，切得很不错。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的。我是不是很专业的感觉？可以，确实，比我都还切得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干脆留下来吧，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赛秋，好不好？跟我们一起赛秋。新花姐，这个村呢以前是怎么样的呢？黄岭村的话，以前就是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村庄，因为我，当时这里的村民嘛，住在这里就是，做农活也很辛苦，然后交通也不方便。没开发之前嘛，我们村民就好多年轻的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。这个村里嘛，就留一些老人和小孩在村里。然后现在开发了以后，我们好多年轻人都返回到回到这里工作，有的人自己在山下开农家乐，也赚钱。像我们也有的一部分，像我们这些村民也到这里来，上班来工作，而且我们收入也很好，现在对，走，哇，走，飞，再往上爬，哎，好，漂亮。好，哎。